队长，这个你热着喝，晚上睡吧。有事啊？我去。好。你刚刚是在担心我的安危吗？你现在能够明白我平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？小心点。你看着我。你又是这样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让人担心？小小，过来，生日快乐。去年我准备读警校的时候，你不是送过我一本吗？现在我也送你一本。我发现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哎。是啊，感觉就像回到了以前。还好吗？我是把你的话放心里。那要是你欺负我，我怎么会欺负你？万一呢？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？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真没认真干嘛？现在就回去。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道歉。凭什么让我跟他道歉？听不懂吗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从来不认为这是我们俩的问题。他怎么不一样了？他不就是现在提前工作挣钱了吗？但是你从来就没有给过我机会，让我走进你的世界。小小，我不认识你了。你现在是不是不清楚？明天就醒了。嗯，什么都可以跟我说，你不用瞒着我，更不要骗我。小小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想问大哥，我能不能问问你，这个混社会到底是为什么？要不我还给你，分手吧，我累了。对不起，你就是将来考虑，也不能考虑不走电。他是混社会，人都废了。我以后一定做个好警察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有些事情，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我一生气就要吃好的泡泡糖，怕你明天就不理我。笑笑，你别生气了。谁的？我的同学见我，我叫马小小，我知道你家就住在我家对面。你还想谈？想，但已经不是以前那种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